清明节快到了哦，教大家做清明果。这个方法就是在家里比较容易操作，而且呢，皮虽然很薄，但是它不容易破也不粘，口感刚刚好。末的时候有太阳，我们去乡下去摘艾草了，不过很少，摘的不多。如果摘不到呢，可以去菜场买，有些老奶奶摘了会拿去卖的。做清明果一般都是先炒菜，这个是毛笋，放在水里面给它煮个20分钟，是白豆干，比较嫩滑的，然后用来做馅或者是炒菜都挺好吃的。做馅的话就给它切的小颗粒一点，这样比较入味。猪肉肥瘦分开切丁，这个毛笋煮好了以后也切成小丁。今天做的是菜果，所以需要一碗雪菜，如果是酱果就不用了。先来熬油，这个油太少了，因为馅料的话要油多一点炒出来才好吃。我又加了一点猪油，这个瘦肉放进去炒的时候时间炒的长一点，不用担心给它炒老，一定要把它的水汽炒干，这样炒出来的肉就很香，而且都没有什么异味。先放一点老抽给这个肉上个颜色，然后再放笋丁，因为这个毛笋比较容易麻嘴，放油里面炒个2-3分钟，这样子就不会麻了。最后再放雪菜和豆腐，雪菜的咸度你们可以尝一下，根据自己口味加盐跟生抽，再放一点料酒，我这个是米酒，我们家自己做的米酒没吃完，之前我应该不会去买料酒。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，放点松鲜鲜，如果要小朋友吃的话就给他包一点不辣的，然后再放干辣椒。这菜炒好了以后放到一边，让它油脂冻起来，然后我们包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好包。摘回来的艾草我们要挑剪过，后面这种老茎要给它扯掉，不要，就留叶子跟嫩芽，这个就不要了。锅里面的水烧开了以后放一点小苏打，再把艾草放进去焯水，煮到锅里的水重新开了以后，把艾草捞出来放到冷水里面去浸泡一下，挤干水分拿出来给它切碎。这个是精米粉，这个是糯米粉，两种粉要混合在一起，我用的比例呢写在屏幕上哦。锅里面重新少放一点水，把这个剁细的艾叶放进去煮，要煮个3-5分钟，把这个艾叶煮化，再掺一点粉进来，不用放很多哦，3勺左右就可以了。在锅里面给它搅拌一下，炒熟，动作快一点，这个过程相当于就是烫面。刚才我们调好的粉呢要先给它捞出来，盆底留一点点粉就好了，避免粘底，然后把这个面团放进去揉，边揉可以边少量的加粉，揉到最后就是干湿程度刚刚好，也不太粘手了，就可以开始包了。这是我邻居帮我揉的，他怕我力气小。这个团子呢就是比较容易风干，所以用保鲜膜要给它盖好，揉圆了以后可以把它捏成一个小碗状。刚刚我们的馅料已经冻起来了，然后放点葱，葱不要太早放，太早放的话就容易发黄。辣的不辣的我做了2种花纹的，这个是辣的，给它锁了个边，不辣的可以做成一个小元宝，做成饺子形状以后，这两边往下往中间去挤压，中间呢再给它摁下去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元宝的形状了。一共做了30几个果，主要是面不够了，菜还有的多，不过菜呢可以用来过稀饭，还是挺好吃的。一次吃不完的放冰箱冷冻，这个没有冷冻过的就上锅蒸，水开以后蒸个10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艾叶呢可能摘得有点老，然后又没有弄得很细，所以看起来花纹比较明显，不过这个口感还是真的很不错的，软软糯糯的，但是一点也不粘牙。